一个玉匠在他瞎了以后才捻出全世界最圣洁的婚姻像。完美的人事物往往需要经过黑暗的洗炼才能发出它的光与热。小红是个重感情的可怜酒女，为了替同居男人黄立辉赚钱，邀约以前在日本结识的田中来台湾合作印制伪钞。为了黄立辉应肯如常，因细部杀死了田中，小红无奈与之合力掩埋尸体。田中的失踪引起了中日警方高度注意，文英受命前往小红工作的酒店卧底。有阴阳灵眼的他不时看到自己魂魄的魅影，文英预感死之将至，情不自禁珍惜与上智铁头的相处机会。文英终于发现田中的尸体，却遭到黄立辉的暗算壮烈成人。上智铁头急如热锅蚂蚁，却苦于找不到文英之尸体，更无法将黄立辉以杀警罪绳之以法。难道说文英的尸骨就此曝尸荒野，冤沉大海了吗？妈，这个钱你收的。
讲啊，啊，你该媳妇请伊迄查甫人是当时要结婚啊，哈。唯一失踪当天所开的侦防车在这里找到，驾驶盘上面的指纹很明显的被清理过，不太妙，可能是歹徒开来这里丢弃。叫兄弟们拿着文英的相片到这附近访查。文英，尚志哥，文英人在哪里？我们在找你。我一直在跟踪黄丽辉啊，他现在这样去小红关注的老家，小红在躲他，他很生气，不注意点会出事的。文英，你先回来，要不然你告诉我你人在哪里。文英，文英。还在办这个案子，哎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干嘛看到我就那么心虚的样子？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？阿伯啊，吃饭哦！我是恁查某囝的客兄啦，啊，看到我有欢喜无？啊，来来来，我饲你啦吼！哎，可怜哦，啊，吃饭都袂晓吃，哎呦，可怜哦！黄丽辉。你干嘛？你好变态！你好可恶！我变态，我可恶啊！连吭都不吭一声了，就给我翘头了，是不是外面有男人了？我不放心我爸爸，我回来看他。哼，这么好的理由啊！我看他。也差不多就要挂了嘛，要不要我帮帮忙，帮他解决他的悲惨的人生啊？你敢？你试试看。我敢不敢，就要看你乖不乖了啊！哎，啊，阿妈，哎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吃饱未？还未死哦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拜托你，你让我喘口气，好好想一想，行不行？哦，喘口气，想一想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可以，想可以了，但是不要想了，把它带了啊！不要忘记了啊！要是想出什么不好的事啊，连你爸爸妈妈都跟着一起倒霉。吴彩虹小姐，不是，我们是从日本来的，是亚麻大嫂的朋友。哎，你有客人来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我们改天再聊啊。可不可以请问你亚麻大嫂人在哪里？她是死的还活的？
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这样回答太不礼貌了吧？啊？我们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了解亚麻大厂出了什么事。如果有委屈，做兄弟当然要帮他处理。你是亚麻大厂的爱人，他来台湾又是为了你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啊？我只是替我男朋友牵线，和亚麻大厂做生意。至于他们谈得怎么样，愉不愉快，你是不是应该去问他呢？那你男朋友人呢？写的东西还真多，你听听看这一段。人死了以后，所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和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沟通的管道？以我阴阳眼的经验，我认为有。往生的亲人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，因为空间的不同，我们看不到，他却可以从真情的感应上面找到沟通的钥匙。吴英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找得到他，两个不同的世界靠真情来感应，说不定吴英就在旁边等着我们抠他。我们在这里等看看那两个日本人会不会回来，不是在研究怎么招魂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文英的无线电呼叫，文英的怪影，他一下子出现又一下子不见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好，就算是我们假设他已经死了，他殉职，他已经承受了我们所想象不到的痛苦跟折磨。这么可怜的遭遇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尽快到另外一个安乐的世界。你忍心见到他再跑来跑去的不得安宁吗？我只是在想他，想见到他。谁不想？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的想念，我要告诉他，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可以走了。就是这样吧，不是你说就是我说，总有一个人要坦白面对他，再残忍要面对。
放上。嗯。我煮了点咸稀饭，也许你们想吃一点。谢谢，我们不饿。我知道你们很讨厌我，那为什么又要处处保护我呢？保护你是公事，讨厌你是私人情感。你们这种人不会懂的。文英跟你们一样，他明明是卧底，在旁边只想找出我们杀人的证据，却又处处保护我。我本以为警察只会拿红包呢。文英是个天真的女孩子，她当警察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好人。在她心中有一把尺，她一定把你归类成善良的一方。你是吗？在她神秘失踪、最需要别人救她的时候，你愿意伸出你的手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还是他已经没救了，死在什么地方来不及救了。嗯，每个人都有良心，都有同情心。想想文英可爱的样子，凭你的良心，做你该做的事。那边有位小姐找你。我是文英的姐姐，你们有谁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局里打电话来说文英已经失踪5天了。没错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可是这几天文英天天都回家啊。你天天都看到他，在屏东的家。对，他回来的时候都3更半夜了，在他的房里走来走去，也不说话。我问他，他也不理我。我还生气，怎么警察越当时越没有礼貌了？他每次停留多久？2-3分钟吧。走的时候非常的匆忙，一下就不见了。是不是你们到屏东来出任务，才这么神秘？柳小姐，文英她确实是失踪了，甚至我们推测她已经殉职。文英失踪的这几天，不止你会看到她，连我们都会看到她继续办案，也没有人弄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有没有人试着跟她说话？没有用的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叫他也听不到。乡下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去问神明。我有一个表弟，他在台北当机童，我想讲要来找伊，看会当把文英调出来问看卖下无。Thank you.
彭丽吉娃，你们是要找那个罗彩虹是不是？啊，他现在回关渡家还没有回来。我们要回日本去了，有个礼物想要交给罗小姐，麻烦转交。哦，没问题啦。爬进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爬！不爬！不爬！不爬！彩虹，只是朋友，你们要跟他有什么冤仇的话，去找他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时候干什么？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把门上亚麻大赏的事说出来。什么亚麻大赏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个罗彩虹的事哦，我真的都不知道，你们找错人了啦。我们两个人，我负责动口。他负责动手，既然你不想谈，就交给加特穆先生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把生意片刀，加特穆就凭着这把生意片刀，不知道料理过多少的人肉沙西米。在日本，有很多师傅把鱼肉都爆光了，还有办法让只剩下鱼骨头的鱼在水族箱里游啊游的。他的技术就更高一层了，能够把你的下半身都曝光了，还能让你陪着我们下围棋。我看他大概认为你不是那种能忍受这种痛苦的男人，所以要先将你的嘴巴缝起来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是谁杀了亚麻大赏？谁动的手？不是我，我不知道什么亚麻大赏，人不是我杀的啊！不要，你说不说？我不要说不说。他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老鹰呼叫小鹰，老鹰呼叫小鹰。石头，你下班？老鹰呼叫小鹰，老鹰呼叫小鹰。喂，你在不在？喂，喂。
在做什么？我是老鹰，吴英，你在哪里？我在监视黄立辉啊，我发现两个日本杀手要杀他，灭他的口。吴英，你快回来，不要再监视了，快回来，九德哥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直接说，我听得到的。吴英，你回来。吴英，吴英，九德哥。你找我啊？有什么事你快说啊！那个姓黄的随时会被日本人杀掉。吴英，你不要再出任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铁头哥求你。你不要再出任务，不要再那么辛苦，不要再去冒那种危险。吴英，铁头哥求你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哭？铁头哥，你为什么哭？是因为我吗？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一哭我也会跟着掉眼泪，跟着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不要。喂，喂，你去摆，你去摆啊！我吃大便，你吃米田共，给我起来！我要是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你不要威胁我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好，你去死啊你！啊！你去死！你去死啊！干什么？吓我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看不起你没这个胆子。一个女人绝对不能跟错男人。现在你杀了一个日本人，我杀了一个女警，接下去呢？我跟着你像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我还有什么希望？就算逃得过法律的制裁，也逃不过以后悲惨的宿命。
丢啊！我就在这啊，等着替你收尸。你一路好走啊！戏演的真像啊！哦，小红，我不是你杀的，我不是你杀的。我就是看扁你闹着玩的，你还不自己乖乖的站起来，难道要我过去背你啊？怎么样，别痛是吧？让我帮你揉一揉啊。哎呦哎呦，把他们找来了。渡边，加藤木，台湾的风土人情还好吗？比起日本，差了一点。哦，那表示你们在日本过得还蛮不错的。混哪里的？山口公司。哦，赫赫有名的山口组，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。你们公司有多少人？一定很多，对不对？30000个。我们公司叫中华民国警政署，兄弟有80000个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不过你们好像踩到了我们地盘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组里面的兄弟亚麻达桑在这里失踪了，听说是被杀了，公司当然要帮他讨了一个公道。给我们时间，公道会给你们的。没有这个能力。不等怎么知道，在我印象中日本人好像耐心都蛮强的嘛。嗯，你们查你们的，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办事。给我站住！我的长官没有说够，你们就给我 stop， 知道不？你给我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台湾是个治安很好的地方，轮不到你们这些日本人来下指导棋。有个女警也栽在那个姓黄的手上，我们想讨回公道的心情比你们还强烈。怎么样处置那个姓黄的杂种，由我来下决定，轮不到你们来搅局。乖乖去看看风景，吃吃欧阿米索，一边凉快去，懂不懂？你再用那种流氓的眼神看我5秒钟试试看。不准带危险武器啊，下次见面就收身。
干嘛那么匆匆忙忙的赶回台北啊？那两个日本鬼随时会来找我们。你说错了，他不是来找我们，是找你。他们可精得很，知道我绝对不会杀三姐。你话不说清楚，不准走。我看到文英的鬼魂跟了过来，我害怕，我不敢住在这里，可以吗？那些鬼都怕我吗？你下次如果再碰到的话，你就紧紧地抱着我就好了嘛，懂了吗？嗯。我要等下台北啊。干嘛啊？生离死别啊？走了。阿伯啊，以后我照顾吼，做你放心啦，啊。集中意志力和念力，凭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，我应该会感受到你们的召唤。上次哥，上次哥，文英，你回来了。上次哥，最近好奇怪啊。总觉得自己好像发烧了，头重脚轻了，好像一下子又会昏睡过去。等我醒过来看到你们，叫你们，你们又常常不理我，当我不存在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上次哥，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文英，你已经死了。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天，但是我们连你的身体都找不到。我失踪了，我死了。文英，现在你只是一个魂魄在那里飘来飘去。你听上次哥一句话，回去你该去的地方好吗？我死了，我真的离开你们了，而你要我赶快走。杀人犯怎么办？他是杀你的凶手，
上知哥、铁头哥绝对不会放了他。但是你不要再管，你也没有能力再管了，文英。可是，你不是一再的教我们，一个好刑警永远不可以放弃，不管再苦再难，一直到死都不可以放弃。文英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这么苦自己了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你已经奉献了你的生命了。可是你曾经告诉过我，我是一个好刑警，我不放弃，我要坚持下去，可以吗？请给我一个鼓励。努力的爬山，加油。想念我多久？一个月，一年，还是永远？我会。文英，文英，我找尚警官，请你快一点，我有要紧事情找他。喂，尚警官吗？我是罗彩虹，我有事情想过去跟你谈一谈。你是外国人呐、啊，报纸拿反了怎么看呢、啊？我在想事情。你自己不都说了吗？悲惨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还有什么好想的？我好烦，想出去打个牌。我会有那边的电话给你。我只打十六圈，傍晚就可以回来了。要不要我帮你带点吃的啊什么的？哦，不用，我浴室还有几件衣服，帮我拿去洗衣店。啊、哦。
不可以出卖我？你知道我的个性是恩怨分明，我是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，你早应该知道背叛我的下场是什么。你认命吧，你先到另外一个地方耐心地等我啊。一个玉匠在他瞎了以后才捻出全世界最圣洁的观音像。完美的人事物往往需要经过黑暗的洗炼，才能发出它的光与热。你知道我的个性是恩怨分明，我是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，你早应该知道背叛我的下场是什么。你认命吧，你先到另外一个地方耐心地等我啊。我会一辈子想你。干嘛？我们找罗彩虹，还不在，要找去别的地方找去。哎，跟长官说话要有礼貌。好，好，好，快，有屁快放。了解，罗小姐。她在什么地方？一大早就去找野男人了。你说谎，我们在外面都有监视，她根本没有出去。嘿嘿。我就喜欢你们这样，当我的随身保镖啊！哎，叫你们那些小兄弟啊，眼睛睁大一点，不要让那些日本人上来胡搞瞎搞的，啊！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？嗯，第一步，先把外面监视哨撤掉，等着看那两个日本人怎么样招待你，然后明天带着搜索票，到这里好好的搜一遍，看能不能搜出点东西来。报应的时间到了。都是你。
鸟我，老子我不鸟你。回去外面了，玩女人啊！你在跟啊？你有种就跟来把村嘛！你治不了我的。先生，我是来自首的。意外吧？看我这个人啊，心地多善良。我一杀了人啊，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我马上过来自首。你先说你杀了谁？还会有谁啊？就是我的婆子罗彩虹嘛，她在外面乱交男朋友，帮我戴绿帽子。哎，我是气不过，我才一生气一失手就把她给杀了。你少废话啊！文英呢？我们知道你也杀了他。谁是文英啊？你他妈的！石头，哎，不是你，石头，是你杀的。石头，谁杀是文英，不是。干什么？拿警察打人呐？啊？不是，闭嘴！少跟我在那边人五人六的啊！我知道我受什么样的法律保护，那是我干的呢，我就承认；那不是我干的，你们也不要随便栽赃啊！哼，那是什么杀警察了？哎呦，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这叫枪毙的。还有那个什么日本人山田，哎，我不承认啊！你们要有本事的话，把证据拿出来。要是你承认杀了山田，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侦查你，所以你只能算是投案，而不符合自首要件，得不到减刑。聪明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来送死呢？啊！当然，你更不可能承认杀了文英，那是唯一死刑，所以你只能选择罗彩虹，至少还有机会可以得到减刑，让你活着出狱。没错。这个陈建新、高天明啊，哪一个不是被判无期徒刑啊？表现良好之后假释出狱，他又是条好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们等着啊，我马上就出来，哎，陪你们泡茶。你们要是没有殉职的话，哎，那就可以再看到我。你想想，我们一定要对你的死罪。哎呀，就像还是疯狗一样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嗯，你来啊。来要我，王八蛋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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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不错，进去吃牢饭还可以躲开山口组的追杀，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，我小看你了。过奖过奖。但是不知道你听过一句话没有？千算万算，不如老天一算。只可惜你碰到我们这群警察。永远不认输，绝对不会放弃。多多，哎呦哎，你们很烦呢，要问别的就问快一点嘛，快把我移送法院，我还想去看守所好好睡个觉呢。
蒙我捆呢、啊？懂了吧？羡慕吧？算送我去法院吗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快，你不能带我来处理！放手啊！你干什么？这是，你们去外面等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！你不要乱搞、啊！我铁头做了一辈子的规矩事，今天终于想乱搞一下。你很走运，我选上了你。我铁头做了一辈子的规矩事，今天终于想乱搞一下。你很走运。我选上了你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是警察，你不能乱搞啊！警察不能犯法啊！挖，去自己挖个洞，自己的坟墓自己挖。你别想，你不是也用这种方法对付过文英吗？我最清楚你们这种鬼伎俩了，杀了人就埋。我正好可以效法，哇！你嚣张啊！再继续嚣张啊！你以为无期徒刑救得了你啊？杀了你，我再去自首，一样是无期徒刑。10年出来，我还是一条好汉。你呢？已经埋在土里。烂掉，变成白骨一堆了，你奈我何？铁头人呢？在树林里。少女官，你快来啊！这个人疯了。你别站在那儿，你快过来啊！铁头，够了！这王八蛋杀了文英，他以为他可以逃得掉，错了！不要以为好人都不懂得反击啊！我跟你拼了！铁头，把枪放下！不要！文英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伙伴，却被这个黑心鬼给杀了。你愿意看到三唯一的凶手因为法律的漏洞而逍遥法外吗？我不愿意，我一定要替文英报仇，我一定要替文英报仇。不要管我，我来当恶人，我宁可坐牢，我一定要开枪。你还待在那边干什么？你把那个疯子枪给缴了，你还不枉法、啊！你快啊，快啊，快啊！铁头，不值得为了这条狗赔上自己的前途。他是妖魔，留着他，不晓得他危害多少善良的人。我是为民除害，我已经投案自首了。你下定决心？为了文英，我什么都愿意牺牲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是同生共死的伙伴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。我陪你一起杀了，再去自首。哎，不可以啊！少主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敢拼敢牺牲，这条狗杂碎早就想干掉你。
数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开三枪。一，不要。二，我求求你，不要，不要。三。啊，这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刚刚的滋味是你曾经给过别人的痛苦，你的哀嚎求救也是别人曾经发出来的声音。你不要再嚣张，小心我会改变主意。妈就算是条狗，也被你们欺负够了吧？你这个时候还来搅局啊你！他在干什么？快去把 V 八摄影机拿来！我是。被欺骗的感觉吗？我那么爱你，我受不了你背叛我。文英，我没有杀文英。好，文英是我杀的。文英是我杀的，因为他发现那个日本人的尸体，我不得不把他杀掉。可是我这不是故意把罪赖在你头上，我只希望把你拖下水，希望你心甘情愿跟我一辈子。我的用意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文英啊，你是命该绝，才犯到我手上。文英，
唯一，好，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，然后再超度你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够了，你表演的够清楚，也够恶心了。把手举起来，举起来。你的自白很精彩，再加上文英的枪，这些杀警察的证据，足够判你三个死刑。跑啊！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你跑啊！只要你敢动，我就可以一枪一枪的射下你。还认得这把枪吗？他等着向你讨债，向你索命。等一下，那好像是文英的皮包。不要忘，不要忘，会挖伤文英的。成观音的脸庞，只要闭上眼睛就恢复在心头。我把爱人的叮咛藏在圣经的海螺中，每当微风吹过就会想起了遥远的祝福，每当阴雨飘落仿佛看不
闭上眼睛就会复制。如果有哪一天我走了死了，我最在乎的是我好不好，你们对我满不满意，关不关心我。文英，我们找到你，你回来了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兄弟都陪在你的身边。这是文英殉职的抚恤金，请收下。我能深刻了解一个感情深厚的妹妹成为一坛骨灰、一张支票那种心情。不过这是国家照顾殉职警员家属一点心意，还是请你收下。这是同事们一起去挑的玉观音，柳文英一个弱女子之身在人间地狱和恶魔抗争，这种精神有着太多观音度化世人的慈悲，我们以这尊像表达对她的肯定和尊敬。这尊玉观音我收下，谢谢大家这么照顾他，在他死以后还鼓励他。至于这抚恤金，请你代我捐给警察单位，多买一些好枪、好的防弹衣。你们都还在拼命，这么苦、这么难，会需要的。只要能够救到任何一个警察的生命，文英一定会含笑九泉，感到安慰。谢谢你们。来，每个人至少写50个字。铁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三个大男人在这边多难为情啊。尚子哥，文英说的没有错，表达自己的情感有这么困难吗？反正已经下班了，我也不怕。你就是龟毛，写，把对文英的感觉、想对她说的话都写下来，
再一起烧给他，文英会很开心的。文英，咱一个人活着的价值，不是讲伊会使活偌久的，是伫伊活得有意义、有快乐无？对边仔人有所贡献无？你做你去，莫伤心。我感觉你活得真有价值。喂。不要担心我有没有吃早餐，有没有洗澡换衣服，我一定会赶快娶个铁头嫂回来照顾我，也没什么困难的，只要降低标准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挂念我们哦。还有，如果哪一天投胎回来，一定要牢记我们相见的暗号：左眼眨三下，再摸鼻子摸三下，我就知道你回来了。记得哦。尚志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什么都不用说，因为我早就写好了。我也学文英，把所有心里面的话都用笔写了下来。文英，你一直在问你走了以后我们会想念你多久，一个月、一年还是一辈子？我的回答是好几辈子加好几辈子。关系感情深厚的夫妻、亲人、朋友，不管是谁先走谁早走，总会在宇宙的某个地方相互等待，等聚集以后又手牵手了，到下辈子发展新的关系、新的缘分。文英，等我们，不见不散。闭上眼睛，就会浮在心头。